大家下午好。那复活节期间呢，应该是英国历史以来最孤单、最寂寞的一个复活节。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彩蛋哈。那我今天上午呢是去超市，啊、呃，又进行了一个比较大规模的采购哈，花了一百多镑。我相信这一次应该能比上一次停的时间还要多一些，因为上次的话我停了大概三周，我相信这一次的话至少是呃一个月起跳哈。 所以呢，复活节期间有一个大事发生，那就是英国的首相鲍里斯终于出院了。在鲍里斯出院以后呢，立刻马上发布了电视演讲，哈。所以呢，从鲍里斯的精神气来看的话，他应该是百分之百被治愈了，看起来还不错。那这个讲话听起来是相当的感人，哎，主要是说感谢所有帮助他的人。 同时呢，也感谢所有英国 NHS 医疗系统里面的工作人员。如果没有他们呢，英国的情况可能还会更糟哈。那我今天想要利用下午这个时间和大家讲些什么呢？很显然是和移民相关的题材哈。那今天下午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只有穷人才移民，富人并不移民。那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呢，首先要从中国的第一次移民潮开始讲。 你像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初期，就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哈，有很多人呢是移民美国，因为那个时期基本上就是大陆的第一次移民潮，哈，有很多人呢争相恐后的移民美国，然后英国这面呢主要是香港。 移民会多一些，而且香港移民英国的时间呢，还要提前十年，大概是在一九七几年的时候。那香港第一批移民呢，就来到了这个英国的伦敦地区，哈。然后随着时间的发展，也建立起了这个伦敦地区的中国城。那人们为什么要移民？那会不会是因为在自己的国家感觉过得并不是特别如意，哈，过得不是顺，然后想出去打拼一下？ 然后听说国外的机会，国外赚的钱比国内要翻十倍、二十倍，甚至三十倍，哈。所以第一批移民到美洲，包括欧洲这面的第一代华人民，中国移民，呃，基本上在中国都是穷人，哈。然后想通过移民这个方式。 呃，改变一下自己或者是自己家庭的一个情况。那当时移民过来的华人主要是做些什么呢？其实也是做一些非常低端的服务性行业哈，因为刚过来的话也没有语言，哎，只能做一些不需要说话就可以赚钱就可以工作的机会。那香港移民呢，呃，在这面慢慢的发现。 英国人包括欧洲人是比较接受中国的这个食品的，然后有有很多香港的菜呢，在英国本地也做了一些改良。那这样的话，有大量的中国人，包括香港移民，包括这个福建移民哈、啊，然后到这边开了自己的外卖店，那生意的话越来越红火。虽然比较辛苦，但是如果你肯付出的话，外卖店在英国也确实很赚钱的。中国人在海外开中国外卖店。 开中式饭店，哎，变成了一个潮流。包括在今天，很多华人务工，很多华人出来打工，也是选择在厨房工作。哈，那时间来到九十年代呢，因为国内有大量的朋友已经出国移民了。哈，虽然从事的工作呢，在外国来说不是特别体面，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你肯付出，你的收益和你的付出绝对是成一个正比的。 所以这些在国内还没有出国，但是准备出国的朋友，听到国外朋友说，虽然那边辛苦，但是赚的钱跟中国相比，和大陆相比真的很多。所以九十年代开始呢，中国境内出国的人数就变得更多了，而且和之前相比，因为八十年代出国的人不是像咱们现在办一张签证坐飞机就过去了，大部分八十年代，特别是到达英国这面的，都是偷渡过来的，有蛇头的。 坐这个轮船或者是货船把你偷偷的运过来，那为什么之前总有人说跑船跑船？那跑船的话，除了跑货物之外，跑人的话也叫跑船，所以这个跑船我感觉就是从八十年代兴起的一个呃一个用语哈。所以相比八十年代呢，需要从香港偷渡到英国。 历时一到一个半月，可谓是相当风险的一件事情，真的是把生命豁出去去赚钱。因为这里面一旦遇到海警检查的话，蛇头如果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只能把这些偷渡客扔到海里面不管，或者是你在一个月的一个非常封闭的空间内得了病。 然后得不到正确及时的就医，那你有可能病死在这个路上。那到了九十年代呢？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了，大家知道出国不一定非要偷渡才可以出国。哎，大家也想着可不可以办一些签证，合法的进入这个你想去的国家。以英国为例呢，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大部分移民者想过来英国的话，都会考虑办一张临时的学生签证，就是以来英国学英语、学,语,学语言的名义。 合法的进入英国，合法的进入英国之后呢，呃，就不去上学了。你的身份呢，过来之后，大部分朋友也不会去管他。你的学生签证一旦过期，你在英国就是处于一个呃黑户的状态。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在英国，大部分的中国移民是没有身份的，也就是黑户口。你需要等着国家移民局的特赦来使你这个拿到一个临时的呃难民身份，或者是临时的一个当地的居留身份。那在两到三年之后，才才能转成一个正常的英国永居。所以呢，二十年、三十年，包括四十年前过来的朋友，呃，基本上移民的路数是非常野的啊、呃，就像是土八路。 走的都是非常野的路子，我只要过来赚钱就好了。关于我在这个国家，嗯，需不需要有合法的身份，需不需要为国家上税，这些都不是当时中国移民者考虑的问题，就是一心想着我过来，呃，干几年，把钱赚足了，我就回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的口碑在国外一直不是很好。首先呢，是因为中国人过来呢，并不积极的想融入当地的社区。 当地的社会就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自己呢赚自己的钱。平时有任何社区活动呢，也不想参加。其次呢，中国人大部分当年都是黑户，你工作的时候，呃，老板就是给你现金，你也不上税，所以呢，没有对你所移民的这个国家做任何贡献。加上第一批和第二批移民的英语呢讲得非常的烂，有些直到今天都讲不了几个字。 所以，因为这些原因吧，中国移民在欧洲，在英国一直在初期是比较受歧视的。所以呢，时间来到了两千年初，如果你还想打着以学习的名义，呃，到这面赚钱的话，这样的学生签证就并不是特别好申请了。那移民局的话开始审查你的个人资料，需要你提供充足的资金证明，需要和学校核实你已经被这个学校正式的录取了。 所以，两千年初过来的移民者就是中国的第三代移民。大部分第三代的中国移民者，到欧洲这面、到英国这面的目的仍然是赚钱，而不是为了学习。但是，因为学生签证抓得比较紧了，哎，需要时不时的去上上课哈，以满足学校最低的一个出勤率。然后这时候呢，印度人看到了这个商机，印度。 在英国各个地区开了很多语言学校，那大家这个也懂的哈。你只需要把名字挂进学校，然后一个月去一到两次，哎，就可以保证你的出勤率，也可以保证你的续签。所以呢，从八十年代偷渡，九十年代办签证过来，但是签证过去之后又成为黑户，一直到两千年初，你的签证是一直保持有效的。 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出，中国移民想移民到国外的难度是越来越高了。那再往后推十年，时间来到了二零一零年，那这个时间段呢，呃，移民基本上就是出于理性，因为国内的生活也好了，国内的收入也高了，嗯、呃，那人们出国呢，大部分是为了留学，大部分是为了镀金，大部分是为了一个学历证书。 那和之前三四十年前相比的话，呃，过来的留学生也没有说非要赚多少钱。如果打工的话，嗯、呃，大部分仅是一个坚持，自己赚一个零花钱就好了。所以中国的移民呢，从一九八零年开始，一直到二零一零年，这个过程大家是可以看出来的，是一个到为了活命而移民，到为了赚钱而移民，一直到现在，呃，为了移民而移民。 那时间来到了二零二零年呢，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其实是不希望移民到国外的。首先呢，因为中国的发展情况现在非常好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人们的精神生活跟国外相比的话都差不多，所以呢，现在的大部分留学生在镀完金之后，百分之九十五的情况下都会选择回国。 和之前相比的百分之九十五的情况下，都会选择留在这个国家，真的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呢，今天这一期视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批移民，一直讲到了二零一零年左右的第四代移民，移民观念、移民目的已经发生了一个完全的转变。所以这个改变就说明了，只有穷人才想着移民。 富人是不会想着移民的，但是大家在这里也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因为移民和出国是两个不一样的行为，目的也是不一样的。你像很多富有人士，他们都是出过国的，因为出国的话，如果是学习，他们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如果是经商的话，他们会得到更丰富的管理经验。所以呢。 富人在出国，不管是学习，哎、呃，还是做生意，他最终都会返回自己的国家，哎、呃，在自己的国家做自己的生意，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中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有非常雄厚的基础，所以这种情况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他们放弃国内或者是他们国家的一切，呃，然后来到这个自己并不是特别熟悉的地方，长时间的生活在这个陌生的国家的目的是出于何在呢？ 所以呢，我知道我的这个观点，并不能让所有的朋友接受，但是我相信，穷人移民，富人不移民的这个结论，适用于大部分的情况。